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三级考试。YCT 三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3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爷爷最喜欢吃香蕉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我在动物园里看到老虎了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件衣服太小了，是你的吗？这件衣服太小了，是你的吗？二，走，我们一起去踢足球。走，我们一起去踢足球。三，今天早上的风刮得很大。今天早上的风刮得很大。四，那儿有个猴子，他在想什么？那儿有个猴子，他在想什么？五，请问，这是谁的球？请问，这是谁的球？六，我的电脑坏了，不能上网了。我的电脑坏了，不能上网了。七，这五只小猫真可爱。这五只小猫真可爱。八，是的，公共汽车站就在那边。是的，公共汽车站就在那边。九，妈妈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明天见。妈妈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明天见。十，来，你也喝杯茶吧。来，你也喝杯茶吧。第二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起床吧。不，
我想再睡十分钟。起床吧。不，我想再睡十分钟。现在开始第11到15题。11，这个蛋糕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吃。不是买的，是我奶奶自己做的。11，这个蛋糕在哪儿买的？真好吃。不是买的，是我奶奶自己做的。12，快跑，要迟到了。我知道了。12，快跑，要迟到了。我知道了。13，小红昨天怎么没来学校？她生病了，在家休息。13，小红昨天怎么没来学校？她生病了，在家休息。14，你看见我妹妹了吗？你妹妹，她在那儿写东西呢。14，你看见我妹妹了吗？你妹妹，她在那儿写东西呢。15，你也想吃，是吗？是的，可以给我一个吗？15，你也想吃，是吗？是的，可以给我一个吗？现在开始第16到20题。16，小朋友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我的小狗。16，小朋友，你在找什么呢？我在找我的小狗。17，怎么样，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谢谢您，医生。17，怎么样，还疼吗？不疼了，谢谢您，医生。18，你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快请进。18，你好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，快请进。19，喂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19，喂，你听见我说话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20，我的雨伞丢了。
我房间里有一个，你看看是不是你的？二十，我的雨伞丢了。我房间里有一个，你看看是不是你的？第三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北京今年下过雪吗？北京今年下过雪吗？二十二，你每天什么时候去跑步？你每天什么时候去跑步？二十三，请你帮我把电视关了，好吗？请你帮我把电视关了，好吗？二十四，谁跳舞跳得最好？谁跳舞跳得最好？二十五，你学多少个汉字了？你学多少个汉字了？二十六，弟弟手里拿的是什么？弟弟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二十七，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吗？有人给我打电话了吗？二十八，你是哪国人？你是哪国人？二十九，天气这么热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游泳呢？天气这么热，我们为什么不去游泳呢？三十，
王先生坐几点的飞机？王先生坐几点的飞机？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今天几号了？今天三号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。哪天是他的生日？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。三十一，你好，还有面包吗？对不起，面包卖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三十一，你好，还有面包吗？对不起，面包卖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三十二，你会做这个题吗？我也不会，这个题太难了，我们去问问老师吧。男的觉得这个题怎么样？三十二，你会做这个题吗？我也不会，这个题太难了，我们去问问老师吧。男的觉得这个题怎么样？三十三，红色的和黄色的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两个颜色我都不喜欢，我喜欢蓝色的。女的喜欢什么颜色的？三十三，红色的和黄色的，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两个颜色我都不喜欢，我喜欢蓝色的。女的喜欢什么颜色的？三十四，今天妈妈事情太多，不能去送你上学了。没关系，我坐公共汽车去。他今天怎么去学校？三十四，今天妈妈事情太多，不能去送你上学了。没关系，我坐公共汽车去。他今天怎么去学校？三十五，您好，您想吃什么？我要两个菜，还要一些饺子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三十五，您好，您想吃什么？我要两个菜，还要一些饺子。
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